我问你，我有精神病吗？有。啊，你说我昨天怎么，就昨天怎么啊，溜溜闹了一天多呀？你说我有精神病，你证据，你证据呢？首先，你证据呢？你证据呢？你我证据呢？就是，你说让上国家拿钱去，上谁那拿钱？正常人有这么说的吗？人聂树斌，聂树斌是经过法院判的，有根有据。啊，你说谁有精神病啊？你拿出我有精神病的证据来。就说这句话就不行。啊，你认为我有精神病？那我说你是人贩子、杀人贩子。你可以，你拿出证据来，你可以去告我。七月，听见了吗？所以北京市里头就过去就有人提醒过我，张龙帮和崔玉林是害我的人，知道吗？北京市里头好多老百姓都知道他们俩什么东西，知道这件事怎么回事吧？就是咱们俩现在拿不出证据上法庭，我上法派出所告张龙谋杀，公安局不受理，所有人都在拼死掩盖真相，懂了吧？那个迫害我的脑控凶手打电话过来，你是不是你亲自接的？接着了吧？啊，接着了。他骂你吧？找出来了吗？派出所是查出来了吗？就是当时他是不是骂了你？是骂我，对。对吧？他骂你，操你妈，对吧？对。那是那个凶手吧？啊。派出所没查着是吧？查出来了吗？没查出来，你承认不承认是有人在害我？你承认不承认？承认有人害你。对吧？我有精神病吗？有。你说我有精神病啊？就说这钱的问题，就你有精神病，正常人没有这么说话的。我就问你，张荣芳诽谤我有精神病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吧？啊，我就问你，我有精神病？这不事实，这告诉人家了。你叫你去拿钱，上哪拿去？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一种害人的手段呢？这是一种霸占财产的手段呢？你是拿你上哪拿去？你知道不知道这是霸占人的手段呢？你知道不知道这是霸占人的手段？是人家一手的，你非叫人去拿钱去，是人家上哪拿的？我就问你，当时害我那人都已经给我打了电话，完后你也承认了我没有精神病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为什么这样说？你说的话啊？你说的话？我就问你，当时害我的人都已经把电话打过来了，而且骂了你。对。对吧？这你承认不承认吧？我承认，派出所查出来了吗？我是不是没病？是没病，在这问题上他是没病，是确实有人害你，对吧？在钱方面有，听见没有，徐姐？看见没有？他们是怎么栽赃的？看见了吗？在钱的，懂了吗？你让人家找，让人家要，人上哪要去啊？徐姐，你能说句话呀？我现在对你说的话，我都进行录音，知道吗？哎，录吗？你是不是已经给我证明？你知道张荣芳多少次谋杀情况？我跟你说过了吧？你都是不是都做了证？啊？你已经证明我没有精神病，你为什么栽赃我是精神病？你说的话就有精神病啊？为什么我要钱就是精神病？你没地儿可要去？没地儿可要，这问题出在哪？出在你和张荣芳的身上啊？那行，那行，你们俩有鬼啊？行。我不知道我那鬼要不着钱，要不着钱那是你和张荣芳的问题，你们俩有鬼，到底你们谁有病，你们自己知道。哦，行。你们俩为什么见面互相指责对方缺德缺的？我问你，你们俩干什么了？你害谁了？我就你是你害谁了？我没有，我就跟他们不见面，知道不知道？我就问你，你们俩为什么互相指责彼此缺德缺的？你害谁了？我谁都没害。你害谁了？我谁都没害。你害谁了？我谁都没害。啊？为什么是缺德缺的呀？你干了什么缺德事儿了？你跟我说说。我什么缺德事儿没干？你干了什么缺德事儿了？你跟我说说。什么缺德事儿都没干。什么叫我要钱？我有精神病。嗯。有病的是你们俩呀！你们俩为什么捣鬼呀？钱呢？钱上哪去了？我张芳为什么卷款潜逃啊？那张字条又作何解释啊？对，你可以问他去。啊，老老实实把钱交出来，你是过界方，那要作何解释啊？你问他呀，你打电话问他，你问他。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广播可是对全世界广播，甚至对美国 FBI 和联邦调查局广播。对，你打电话问他。知道不知道？这是他做的事儿，我不知道。你和
张荣芳都是人贩子。我就问你，你这件事你作为母亲为什么你不打电话问？你跟我说你的理由，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？不打电话问什么呀？啊，你为什么不问呢？这杀人案你为什么不问呢？我问谁呀？你为什么保持沉默不吭声呢？我问谁呀？那你就知道什么？我为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那你为什么不问呢？发生这么大事情，为什么你不问呢？我问谁呀？我问什么？你为什么不问张荣芳呢？啊，我问。你为什么不问张荣芳呢？啊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些什么？我问张荣芳什么？那张字条你为什么不问张荣芳呢？你为什么不问？你看见了，你为什么不问？你知道什么？我见不着他面，我根本就你见不着面，你打电话可以问的。你为什么不给？你为什么不打电话？为什么不问？你不问就说明你知道这件事儿，对吗？啊，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的？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的？哦。啊，你为什么不问的？我不知道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的？我不打电话问他，他爱写什么写什么。你为什么不问呢？他想爱写什么写什么。你为什么不问？这么严重的谋杀案，你为什么不问呢？我不认为什么什么。你为什么不问呢？我不知道背后搞的。啊，我被害成这样，你看不见吗？你为什么对我害成这样？你没反应呢？为什么呀？啊？他那张纸条是对你来的吗？哎，怎么不是对我来的呀？怎么不是对我来的？我是不是被谋杀对象啊？啊？我就问你，发家里发生这么大事情，你为什么不问呢？为什么？我问说什么？他满嘴瞎话流舌。什么叫满嘴瞎话流舌呀？你为什么不问？我不问。你为什么不问？你给个理由。我没用。